李小璐低调复出，读心灵宣传，看女福尔摩斯李小璐。8月14日，李小璐在某平台晒出视频并配文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小璐，也是瑶瑶，我来了，大方宣传自己的新剧，疑似正式复出。说起读心上映，之前一直不知道有这部剧，微博没有，网络也不曾看到宣传，有点小诡异了，巧咪咪灵宣传就上映了，而且上映之后也没有做宣传，一点都不像其他电视剧会提前铺天盖地的做宣传，实在不行至少也要主演们发微博之类的吧，类似全职高手主演们改微博名就上热搜，知名度不就上去了吗？虽然电视剧没有怎么宣传，但口碑好像还是很好的，看这部剧的大多数都是李小璐的铁杆粉丝，在剧中李小璐演技还是很在线，台词功底甚至可以秒杀某些数字小姐，男主李佳航表现的还是很可爱的，